什么样的小孩呀？小时候我爸妈管得比较严，他们让我学很多东西，数学、体操、钢琴、吉他、手提琴、 acting 就是演表演，画画也有，好多东西，是我学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。我爸爸对我的唱歌这方面就管得很严，唱得不好他就会生气，然后我就会很有压力，然后就会唱一直唱到哭。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想过，哎，为什么大家那么幸福，就是可以去玩啊，可以想做什么就可以做，但是我还要在那边，就是上放学就要去补习，是这样子，一直这样子好几年。我的女生朋友很少，没有话题，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。有时候他们就会约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去什么游乐场啊什么，一起去玩什么，我爸妈就不同意。整个班一起去的时候，然后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去。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。是我们泰国的校服，我喜欢。哎，这不是泰剧里面穿的那个，好可爱。然后这是绑头发的，我要这个，我要。子婷，พวกเราเดิน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ด้วยกันใช่ไหมคือว่า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วันนี้พ่อมารับกลับก่อนนะเขา想喝那家奶茶店的奶茶呀，街边的小吃也想吃，可惜我又要忙着去补习班了。这条小吃街就在我的学校旁边，同学们每一次放学都会约着来这里，但这是我第一次来。黑咪咪，重走回家的路。Hello， 我们今天有请我们火箭少女的校花，第一位张子宁，吴宣仪 ，Hello， 我是你们的学姐，雅敏，汪美琪，哇，他们很像哎，哇，小彩虹，好好看。赖小七，萨瓦迪卡，布丁，萨瓦迪卡，杨超越女士，嗨，还有我们最后一个杨元庆，萨妮，我知道这个，我想看萨妮穿裙子，大家期不期待？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萨妮穿裙子。老师，我要回家。老师，真的穿不了。还有我们最后一个杨元庆，萨妮。天哪，画风不太一样。干什么了？学姐，你说小妹吗？学姐，带带我们。帮你买饮料。大家可能都以为我们是这里的学生。哎，这有镜子，你们里面有人，大家里面有人，好吓人！就大家遇到有反光的地方就开始照，别照了，把里面的人吓到。这边对面就是商场，那个时候我是在那边，就是跑上跑下的。补习啊什么都在那里面，上学的时候没有跟朋友好好的逛过，今天我们来帮你玩，我们陪你，所以我们走，我们去看一下那边。我想吃好吃的，咪咪你带我们去吃最好吃的。最好吃的，我带你们去那个吧，喝那个椰子。好，我喜欢喝椰子。沙冰吗？那边应该有。哦，这很好吃，我给你们买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它是那种香肠，然后里面是那个芝士，不是芝士。Kitty， come on。泰国香肠里面有一点猪肉，然后有那个粉条。我要吃。
来，我要吃。我给你们每个人尝一个吧，或者我们两个人尝一个吧，还有两个。没事，我就买十一个。来，帮你拿。这个要夹着什么吃吗？不用吧。不用不用，直接吃。哎，你们拿点那个菜，那个高丽菜吃，一起吃会更好吃。一口肉，一口菜。嗯，加这个好吃。好碰卡，好碰卡，好碰卡。杨梅的海胆回家。啊，杨梅海胆哦。Sorry， 没钱就走了。啊 ，Sorry。哦，奶茶，泰国奶茶。我要喝奶茶。咪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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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咪咪。我们想喝奶茶，谁跟我一起喝原味的？原味珍珠奶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，我不知道，这应该是草莓吧？哦，这是一种花啊，这是什么？我要这种，然后加那个珍珠。这边没有珍珠啊？为什么？什么没有珍珠？泰国奶茶没有珍珠。你看它不是有吗？不是有吗？哇，来了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喝，好喝。这个再来一杯吧。啊，我来，我来。你看我像不像？真的像不像一个小跟班？所有的吃的最后都到我这里。哎，我发现可以微信付款。哎，那我们可以去下一个店看看，这边都是微信付款。哎，轩怡，轩怡，我的，我跟轩怡的。啊，好好喝！泰国的奶茶，泰国的奶茶，泰国的奶茶，泰国的打底裤，泰国的打底裤。轩怡，这个是打底裤，我要个打底裤。我要个打底裤。哎，帮我买一条呗。你们好接地气哦。一个打底裤，打底裤。哎，你们在这里买，不是 size 不是暴露了吗？这就均码啦，哪来什么 size？ 咪咪今天是我们的老板，李老板。李老板，哎，这个应该是那个包书皮吧？对。干干干干干干干！我们帮我批个泰语，好吧？啊，干干干干。好了。我要去上学了，我快走！哎，干嘛？你在地上有哎？哎，去上学啊！你这包什么？春夏新款吗？普雅尼新款。哦，真的，又彩的东西，好好看啊！这个，这颜色就很。哎，老板说你买不买啊？不买赶紧走人啊！就是穿着校服，感觉像一群要好的姐妹，然后想到可能就是什么阳光姐妹淘，就韩国那个。突然一下感觉到自己回到了上学时候的样子。我就想到当时我也跟零食店的老板还挺熟的，然后为了吃零食还签过账。你们还想吃什么吗？我饱了。哎，咪咪，泰国的老师一般跟中国老师差不多吗？比如说他们在上课的时候，他们说没有在中国，你们这个班是我带过最差的班。他会这样说吗？我的班就是。老师会这样说。你们的主科是什么呀？主科。主科。主科。主要的。